觉得结果怎么样，我们都不知道，可是我们要享受当下。刚好最后一个 play 结束之后，我说哇，每次都要打第七战，可是真的还蛮刺激的啦，有这种经验是很难得，然后也希望说明天可以顺利拿下。他的关键点哦，我是觉得江亮伟，因为他一开始起来就是打那一支安打，让我们大家的心情有点放松啊。然后他上来有这样的打到那个那么顶尖的投手，又打出安打，我觉得对我们帮助蛮大的。我觉得他跟庸基才是今天的关键吧。安打之后当然是超很开心啊，真的很开心。然后也很谢谢他给这边后来帮我们打回来，对啊。真的很感动，大家都觉得还没有结束都不能放弃了，因为球迷没有放弃我们，教练团也没有放弃我们，所以我们更不能放弃我们自己。现在他们都是很享受比赛，看我们休息室的那个就知道，大家从球赛一开始都是很享受这个气氛，因为得来不易，大家等了七年。明天我相信球队会很有气势，那我觉得明天球员们会更享受这样的过程，因为我们从谷底爬起来很不容易，对方已经停牌停两场了，结果我们都把它阻断掉，我觉得气势在我们这边，那明天一样继续保持不能输的心，那为球队拿下胜利这样子。大家咬着吧，剩最后一场，今年就剩最后一场，全部豁出去了。最后可以再帮我们比一下大鹏展翅的动作，来哦，我先退后哦。就是没有口号，得分的时候或安打的时候，其实是这样比这样叫的。我们要把总冠军飞回来，谢谢。